刘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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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静。多汁的柳丁，你好棒。这那边有一位后卫，然后这边是得分后卫，所以后卫可不可以讲一下他比你厉害的点是什么？他没有不一样。你只有后卫，他还要得分呢，就是得分比他多，得分比他多。嗯，好像也没有啊，有。他你第几名？他第几名？我们没有老外。太强，执着，太强，你太执着了。对，后卫 PK 也很好看吧？应该超好看，高球，高球。哎，讲真的，像一个男人真正的比赛，不要给我装可爱，也不要有藕包，不要在乎你头发有没有变直。天哪，因为太卷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回去，虽然再怎么洗，他应该就这么卷了。那烫的啦。所以你不要担心发型 ，OK？ 认真 ，Come on。哎，射手，微笑射手，微笑射手。小钢炮 VS 大心脏。学生，嗯，杰森就是尽量不要让立森拿到球哦。你要抢他超球，但是你要得分哦。我得分了。投了，要盖。投了要盖，有干扰啊。哦。等一下，射手，立森，微笑射手，你有没有在认真打？有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哦。你刚才很弱哦。哦，教练生气了，教练生气。我盖到了，盖到了，认真，认真，盖到了，快盖到了，就是我。对，洗菜。丽商，丽商，爱你。你听听看，真正的啦啦队会怎么讲？立身，恭喜啊！那个盖火锅成功 ，Come on， 来一个立身的应援 ，Let's go MVP 陈立身。我有一起做，得分后卫也得分了，得分后卫杰陈。哇，等一下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杰陈，你在妈介绍个人介绍吗？得分后卫杰陈，他的妈妈叫做什么林美如，他的爸爸叫做。应该是杰森，杰森你好棒，杰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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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得分后卫杰森，基地主持人博辰，你是柳丁，我不是柳丁，来，如果以你的身高，你也是后卫，对不对？对，敢不敢三人斗牛？三人怎么斗牛？斗牛，我们有三个，斗牛不能三个人吗？三对三，所以三对三，不然看谁可以抢得到球。他们两个互相传球运球，然后柳博等下抄到他的球就好了。你说柳丁一打二，我们两个中间，他们两个互在 battle， 然后你看你可不可以把球抢过来？哦，好。柳丁是台南，柳丁，台南第十八名的，第十八名。哎，抢到球要帮柳丁应援哦。好，那正式比赛哦，我就不闹了，好，不闹了。你墨镜有没有拿下来？认真的哦，现在不闹了，让我们看到汗水跟青春，还有那个热血 ，OK？ 这一场我不闹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哇！哇！好可怜啊！柳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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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汁的柳丁，你好棒！柳丁，你成功了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台南之光，就是你，柳丁。太精彩了！多汁，对，有在传，传啊传。刚刚是会有累到，是不是？对，有点。而且速度是不是你真的抓不到？嗯，太快了。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球到另外一个人那边，就一直重复这件事情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不是也是篮球员出身吗？那太久以前了。你很喘哎。你是不是还是 B boy 比较强项？我其实也不是 B boy， 都是你告诉我，我才一个
个一个知道。我一直唤醒你的记忆啊。你害羞，你害羞。交过三个女朋友，有一个交往比较久，四年左右，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，然后我就劈腿吗？对。哎呦，你这样还劈？嗯，本身就比较喜欢又大的姐姐类型，所以我们俩聊得来吗？我们两个是聊得来的，一开始以为你可能才够，就跟我差不多的感觉。啊，讨厌啊！你害羞，你害羞，你再重新啊呜一次，来三二一，好，好小奶狼哦！来，后退一步。哇，这很韩系耶！你怎么那么，你白的那么白吗？而且脸红哎，耳朵好红，耳朵好红哦。就有点小紧张。你几岁？我23岁。好年轻啊！而且，那你眉毛是真实的吗？眉毛是真实的。好浓密哦。谢谢。而且牙齿有矫正过吗？有微调过。怎么办？我要改成小奶狼。你不是小奶狼吗？你不是喜欢那种 Y 字型吗？江松因为我们都会近距离访谈，发现大野狼好像有一点老化。他是金刚狼，好不好？对，金刚狼，金刚狼，也还远看还是帅，可是近看有，是不是男生有纹路还是帅了？可是因为来一个这么嫩的，就觉得。那女朋友是哪一种？是听他的话还是？应该都是，因为其实我本身就喜欢又大的姐姐型，姐姐类型，所以就是他想做什么事，我都会。陪他，就是真的假的，就是陪他，然后只听他的意见。你最大的姐姐可以接受到多少岁？最大的目前就差不多4岁左右，比他4岁，比他4岁，4岁，4岁，比他4岁就是27，27而已啊，27。那到几岁你就觉得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？不知道哎，目前就是差不多到我40岁，我觉得这刚好。40岁你可以试试看吗？单身，可是维持得很好。很正哦。那还是先不要吧，就是我还是以长久规划为主。哦，40岁的人难道快死了吗？他也是有未来。就是他前面很长。就是可能怕会话题会有代沟之类的。你觉得我们俩聊得来吗？我们两个是聊来的，所以没有代沟这件事情哦、啊。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你可能才够，就跟我差不多的感觉。啊，讨厌啊！是23岁，你交过几个女朋友了？我交过3个女朋友。那很少啊，每一个都交往很久吗？有一个交往比较久。多久？3个月。10年。4年左右。那最后是他把你甩掉，还是你甩他？19。应该是我甩他吧。哎呦，你为什么你突然觉得不喜欢他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，然后我就劈腿吗？对。哎呦，你这样还劈？所以是被你亲眼目睹吗？就是我不小心偶然之间翻到他的对话，然后我就有点受不了这样子。对，你有跟他对质吗？我是过了一段时间才跟他对质。有凶他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男生气还有发脾气的人。真的吗？所以你没有死穴？就是我一般其实情绪起伏没有那么大。